我是台北出生台北大，啊，不过阮爸爸、阮妈妈拢是台南人，哦，啊，我知影有一本迄个台南电视，台南电视吼，我特别走去台南图书馆去看，迄袂用照出来，哦，啊，伊是甲我讲吼，讲台南电吼，哦，每一户都有一套。啊，毋过我伫遐无好心咧，哦，所以我无这套，哦，啊，所以对这吼、哦，我才有趣味去了解啦，哦，因为我自己是到每年以前啦，以前每年拢清明的时拢会转去对啦，哦，啊，阮祖厝是伫江安区啦，哦，啊，你是倒位的？我伫车头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我妈，阮妈是做啥物咧？车头，咧中正路顶头，哈哈哈。哦对，我咧中山路对，中山路，哦，伊个遐古早有一条迄个做兵，做迄个兵架迄边仔遐去，哦，即摆有一个叫啥物三星足球无吼，吼，阮妈因做厝在迄边。就是啊，退店的北边这边，我车头这边，啊，就对退店的边啊，对。哇，安尼那可能是厝边，那是我妈的租厝啦，哦，我请教一下，你咧拍开的，你当好吧？我有想要研究，哎，哦，因为我无所谓对啦，哎，说社，伊有无？阮遐有一个叫做社兴安无？哎，社兴安，啊，阮阿祖，阮阿公是真早就过身啦，啊，哎，阮四姨啊。啊，哦，啊对，啊也要温习，啊，啊，啊对，啊，哦，多谢。领导说，我浦城人，台南人，即几日啊，张做迄个台，迄个公共电视咧做台语电视哦，咧讲起无输钱，肉输钱，全部咧介绍乡。乡土，昨日介绍金门，所以你即嘛煞提供予遮个，迄落台语电视台吼，做咱台南的迄个，无遮少人毋知台南，足有名，做金纸遮有名，我实在拢台南出生做金纸，啊足有名，头讲予台南知影，啊但是煞最近煞变台北开始变话，应该透过台语电视台做无数几百次遮节目甲播出，我看一定对台南的足好足有帮助。老师可以请教吼，拄好你即个都讲迄个德南的即个范围吼，是一小部分走去伫溪南遮，啊是安怎啊？迄部分会走对溪南遮过来，一般是讲是山界以溪界做伊的界，啊是安怎啊？走过来遮，这是关于是安怎？过来第二讲妹妹要养我娃，可能咱遮较老遮拢知影，但这条我照你拄好看个是日本时代就已经出来了。正人我才出来，哦，哎、欸，啊，但是迄个人上是伫日本时代就已经过身了，吼，无，吼，哦，过身无几年了，吼，正人我才出来，好，算讲这条我是台湾人做的，是无？哦，台湾人做的，正人我才做的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甲你请教一下，讲迄个惠安，吼。桂安啊，桂安啊，原来这里是规个专门甲改，迄个土字边甲提掉去的，啊是讲是安怎奈？
为碗会变做为按这个关嘿，这个关因是安怎？是啥物时阵会变做安尼过来？因你若讲去查字典来讲，这个按字你要查台字典，可能无这个碗字典嘛。会晓讲话人拢读做官啦，啊！咱这台湾人是拢袂晓讲话，所以看迄两字，用字去了解，所以按照字去读，所以变做晦暗。安尼就表示，安尼表示啥物啊？表示讲登山伤远啊，全部袂记得了了。伊这个叫晦暗，搁一个南安嘛，南安嘛。拢是我，我应该是海花的意思，应该是海花的意思。啊，因为土平这个花足歹写，到尾这字要直直改，改到尾啊，对。实际情况我无法度知影，你直直改到尾，写字字较简单较好了解。那个讲寮啊，山寮、陈寮的寮，因为就是个草坪嘛，到尾迄个草拢退去了。日本册内底拢有草头，啊，那个房桥本来是一个木，搁一个崩嘛，房寮的房应该叫房桥，不然日本人改做板桥，因为日本无房桥，日本有板桥，所以日本人当板桥头啊真顺，就应该改到这个板桥，台湾话叫板桥，台湾头叫板桥，板桥嘛。哎，啊，这个哦，本来一个关叫新德关，尾后新德关要拆做两个关，下骹要叫做庙栗关。在咧清国末年的时阵，讲用中港溪为界，用字尾看，用中港溪为界就是溪南，就是庙栗关；溪北就是新德关。结果不是的，伊是用中港溪为界，中港溪的南洋一大片拢是属新德关的，所以为了这个尴尬，新德关那边的人拍官司拍偌久，什么原因我唔知啊。下骹这个叫公关啊，按理来讲，伊是还阁过一条溪，甲德南较无合，结果伊这个什么拢算掉。我研究真久，我想讲这个是因为庙栗关，毋是新德关。到尾发现毋是，伊毋是干呐公馆的这地，一大片拢是算北边的新德关，毋是算南边的庙栗关。清国庙栗关毋是安尼算，啊，写到计算伊要安尼算，我即嘛我都会了解。但是我变到一个警察派出所，以前毋是海口派出所管的。不是北边的海口派出所管，是边啊头的迄个尖沙咀派出所管。哦，这内底到底什么管呢？我唔清楚。我也是大家都是啊，老师，那个叫一号三位，三位，看看。从那个金门大哥是从台湾来的，嗯，啊，台湾，对，都是福建南边的地名，迄厝人真是安拢爱读做官，拢是爱加土字旁，啊，读做官，无土字旁，而且都是偏向，这关键在哪里噻？咱是叫压制的民族，所以咱的字变做土字，人会改拢会改改了了。对。对。嗯。嗯。六个妹啊，男嘛，对。嗯。我加些地名，改到尾拢袂记得。嗯。草山是。
草沙这个草，那了解人个啥是真好个，伊看怎个。那不了解人讲草就是普通个草，所以地个变个无价值个。但是重点拢毋是伫个遮，重点是蒋介石住伫迄个所在，伊介伊块山，伊介伊要挨个命。有一个人叫王阳明，这人影响日本真深嘛。所以日本的军人哦，拢是接受日本的阳明学说，知甲想要合一嘛。蒋介石是去日本读册，所以受到这个影响，所以伊那是王阳明的信徒。所以才改叫他改做阳明山，那名是安尼用改的。那么大背湖、大鼻湖，伊啊改做陈情湖。大鼻湖咱听起来无啥物唔对啊，伊听起来是大背湖啊。伊的感觉甲咱的感觉无同款啦，哎，是安尼来改掉的。所以起码差地也要改到跟我们的现在的路没有问题。按理来讲是拢爱改倒转去啊，啊，乡土温情，对，嗯，他现在还是要走入社区，走入才有温度才有。来，差不多了哈，谢谢老师。所以跟你走行动还得得力嘛，越改越难。不，那再多的方向当前，那就是要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咱今天这个室内课程到这边，那记得明天、明仔嘛，记得哦，八点哦，啊，明天记得八点半就出发哦。那你的 NGO 青岛东路八号，啊，记得哦。那明天应该礼拜了，还是带轻便的吧？啊，那你稍微注意保暖。长期在，长期在，